战袍跑掉啦，跑掉啦。这个法杖为什么有魔力在中间也是射不出来啊？奇怪，不知道，奇怪，不管。哎呦，繁星很团进来了，他那颗吃不完的苹果不要。Botana 是什么鬼？Botania 嘛。Botania 的神器，一颗可以无限吃的苹果。那干嘛？好吃好吃。它补营养吗？我打了。应该是不会，嘿，应该是不会。哦，就跟腐肉一样了。其实很好奇盖亚到底长什么样。等我一下哦。每个人看到都不太一样。哈，真的假的？形态都不一样啊。对啊，他是自己吗？他是看到你自己。对啊。哦、啊，被透了。被透。就跟目光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我说就这样默默的被剧透了。哎、欸，搞不好不一样啊！我看到就不是我自己，我看到是黑黑的人啊。哦。神器收齐全了吗？我还没。跟祭坛有关哦，应该没关系吧？对啊，什么祭坛关系？没有，他是说我这个射不出来，会不会是因为跟祭坛有关？不知道、嗯，不知道。我们是直接打盖亚二哦，一都不打了哦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啊，他在哪里？很强吗？强啊！就越多越强、啊。哎、欸，盖亚一的话，他不会有上面飞来飞去的雷射；盖亚二的话会有。嗯。弹幕游戏吗？我最不会玩了。哎、欸，哇，你那天还在玩那个，所以我才花了快四个小时才破关啊！而且同一关啊，干嘛？能教我一下怎么开夜市吗？你去看我影片。好啦，你按键设定里面是，找一下按键是在哪里。祭坛要不要用加血？有啊，祭坛已经是加血状态。你按键设定里面有一个很倒数，很倒数一个叫护甲部分，有个胸甲、护腿跟头盔。护甲部分，嗯，它是一个五选项，它置在中间，然后左边会有这个子选项。我一下。没射枪到底能不能射盖亚？蛮倒数的啦，你先滚到最下面，慢慢往上找。工具护甲的配置页面吗？不是，就护甲部分。你是点中还繁中？繁体。啊，那就对啦。哦。还有人要打吗？要，有人在问我问题。好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摸一下。应该不是扩充的吧？我再往下滑。用战斗高士牌打、啊？不用啦，我用雷射枪。有看到了，护甲、护腿跟头盔吗？哎、欸，那个头盔改你要的按键就有了。战斗高士牌可以反弹盖亚的感谢攻击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像可以吗？不知道。我来啊！因为他有那个吗？那个啊？环境改造器没有，我没有做那个。你要不要带过去啊？对啊，然后再加电池，就可以 pass。机关枪要子弹吗？要电源啊！我这里有，啊，我那边有无线充电，无线基地台。因为帮我做四颗中介、嗯，你要做什么？中介什么？电水。中介的水晶哦，不，地狱之心供丢拍死。地狱之心哦，好，你要几颗？不要四颗，四颗，然后过去跟你领货。先把我的经验全部存在桶子。你想那边打是？在这边打。其实我祭坛有用加血了啦，只是可能效果没有很强。好了，这个放这个。很繁星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卡在地底了。哇！这就可以直接飞了吗？
打盖亚不能飞，他会强制你掉下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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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会一直把你吸下去。水晶在哪里？这里，你要的地狱之心。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烧。过去一点，关这里好了。好了。啊！好了，开打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防御好了。我团团进来哦。他一定要在里面啊、哦。好。我可以可以拿这个吗？啊，好帅啊、哦！这个音乐。还有音效哎、欸。有啊。安全。好慢啊！哎，别！地板黑的是怎样？跑跑跑跑跑！我要死了！我发现激光枪好像打得到他哎！白痴啊！我根本不知道你干嘛，我就死啊！哦，我枪会要死！人太多好可怕哦！我根本不知道你干嘛！那地上黑黑的地方太多了吧？太多人了，他变好强哦！哦，还好有环境那个，妈呀！好强啊！打到人呐、啊！这盖亚好嗨哦！等等，我改一下。太多人了吧？等一下，我要逃出战场，逃出战场！哎呀，被拉回去，逃不出去，逃不出去，我在泥土里，逃不出去。你打贝壳一定逃不出去。我出去了，我出去了，我只能在里面外面看着你们打架。啊！我不要进来了，我说。被吸进来了，被吸进来了。我现在不敢乱射啊，怕射到你们啦、啊！太整团，这边是战逃的。等一下，蝙蝠怎么回事啊？我来杀蝙蝠，杀蝙蝠，杀蝙蝠！我也跑出来了。我只是想关个战，不行吗？那盖亚杀死越多人会怎么样啊？其实奖励应该是一样的。哦，真的，我们来观战吧。我们来观战。哎，酷狗，酷狗。最难的挑战来了、哎，我要走了啦！在哪里啊？射我！哦，好痛哦，装备剩55%了。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安安全看你们打架？我看不到他。你们快打完了，在这边。对不起嘛，哎呦喂啊！我怎么一直在飞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啦、啊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一直在飞，为什么？竞技场哎、欸，好帅啊！我被吸回来了，我被吸回来了，你被抓回来了。我在里面笑了。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。哎呀，第二阶段，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你说第二阶段是怎样？哦，他会一直召唤，他会一直召唤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你发射激光到这里。哎、欸，我看电了。哦，这怪物量也太多了吧？打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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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打我。盖亚好嗨哦，好嗨哦！天哪，我发现这个不能多人打，好可怕哦！哦，那蝙蝠是小精灵哦，对啊，小精灵，好可怕的，这多人打，好多怪哦！等一下，高高四排怪坏了，哎，没事，外面的怪，外面的怪，外面的怪，哎，好爽哦！我这有点参与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参与感啊，我东西还在里面啊。我可以现在偷，我要偷偷回去。你死好几个哎、欸！对啊，我的尸体，我的尸体，等一下，是这个吗？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你先回一下，先想办法回一下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好毒，好毒。等一下，牛牛牛！我要死了，盖亚，我要死了！啊、你地上黑色不能踩，地上黑色不能踩。哦，好。不行，我之后一定要自己招一个来自己打。可恶！哦，没看到。你要自己打，你要自己打。我自己不行，我现在的装备打一定是死，不行。你打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给你自己打看看。我没，我的装备不行啊！哎呦，你看地板黑黑，好不明显哦。对啊。还是你要草地改成？哎呦，卡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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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aiting for server。哦，动了一下，动了一下。休息。哦。盖亚，你让我砍一刀吧！啊，好黑，好黑，啊！啊！哎呀，卡了一下。臭女巫。这是弹幕游戏。插一下。弹幕游戏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我也死了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啊啊！什么？还有一堆蝙蝠啊！我的食物，
啊，不要，我快死了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啊掉哦，好多东西哦，这里。啊，没有，在附近没奖励哦。有啊，有啊，照理说你有参与过就有啊。这边好多东西哦。对啊，好多东西哦。那时候死回家的时候身上也有啊。我想说，我衣服没电回家充电啊，身上没东西，没奖励。盖亚之魂十个。哎，我的骰子嘞？地上有我看到，想找一下。我的骰子嘞？哎，是不是有人拿到别人的骰子？那是灵魂绑定的哦。哦，命运骰子这里啊。哦，我拿到一个。那要看一下，看一下谁的名字，它上面都会写名字。哦，有吗？哦，我自己的。有我的吗？那个是谁的？该不属于我，这是谁的？这个不是，哎，是哈记的啦，哈记的过来。有，我等一下回去拿。我让我充一下电。我的骰子跑去哪啦？看一下大家身上，看一下有没有拿到别人的骰子。我的骰子在哪里？哦，这我的，这谁的？我的骰子，我的骰子。啊，这是我的。嗨。结果是我没有这样。有啦，有打都有，有打都有。有进场都有吧？啊。啊，这是什么鬼啊？是男人，男人，男人。所以还啊，骰子嘞？骰子你就点右键啦，你就会拿到东西啊。没有找不到骰子，干嘛？我的骰子不见了。你的骰子不见了？嗯，你们有没有人有拿到？都是我自己的啊。它上面如果不是你的骰子，而且不属于你啊。嗯，我没有拿，不知道跑去哪了。直接点右键就会拿了。对。会很多东西吗？一样而已啊。奥丁之戒。奥丁哦。嗯。这是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拿到禁忌的苹果了。等等我的袋子。拿到苹果了。没有，我刚丢出来不知道被谁吸走了。还有剑。我还有剑啦。这是干嘛？还是。哦，压着，妖精压着。哦，压着哦。啊，不对，你那个要魔力吧。对，你那个要磨一下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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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借我，再借我，再借我，老位置吗？结果是我跟他借的骰子找不到。你那个要磨力，我的骰子奥丁姐嘞，那骰子在团团那边吧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刚好丢出来，然后可能被吸走了。被谁吸走了？看一下吧，不在我这，没有了。不然就是那个不是哈记的。哇，结果我跟哈记没骰子。在打，好玩。我们两个没有。你们还在打吗？来啊，走这里啊！啊，韩信有没有看到？这什么东西？哇！这就是你的武器啊！好强哦，看着超帅的。然后嘞，其实放掉啊！啊！哦！阿基，我也要！我的刚充满电嘞！愉悦。啊，那奥丁之戒有什么用？奥丁哦，奥丁什么？我看一下，这是我女巫。你头上啊？为什么女孩子你中毒了？奥丁之戒我还没拿到，这边还没有知识。好，问观众。好，问一下，奥丁之戒可以做什么？我知道三大戒中再合成一个特殊戒指啊。你这好像菩萨还是什么的？什么菩萨？你放尊重哦。你一定没看 Fate。没有，我没看 Fate， 我没看，音乐也没有玩。有听，这个是 Fate 的。那你一定没看过镜女。哈没有那个哎、欸，那个有人剪辑的，我有看过啦。有啊，就是你想象图腾里面都有一堆屁股啊，是图腾啊，法阵里面啊。哦，对，镜女是参考，也是 Fate 的那个梗啊，对啊，嗯，哇，我要来把这边移除了、欸。你们要打吗？我这里还有一颗钉。我要。他用什么钉打？为什么？嗯、欸，他用什么钉打？不是、欸、为什么盖亚位置吗？对啊，怎么跑？哎、欸，哦，我想说，我把放远一点啊。那个不能换位置。固定的啦，谁来？我刚祭坛是固定的啦。我刚想说哈记是挖错还是怎样吗？我想说不能乱移啦、哦。我不知道啊。回去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，盖回去。在上，我重盖。
那个不能移啦，二技能是不知道。我想说应该会比较远比较好看。没有，哎、欸，我捡到谁的农夫午餐？那么多个。我操！我刚才丢出来丢出去的。啊、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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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上。我要想没有战斗告示牌啊，我的农我是长快没刀。我问一下哦，暗黑莲花我刚捡到，这有用吗？你可以丢到我的那个里面。哦，好。他丢到我的那个魔力池里面，丢到你身体里面。魔力池还是箱子？魔力池，魔力池，魔力池。地上那些水丢下去。Q 上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怎么开大了、哦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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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刚刚只是右键放开而已，就那好怪、啊。对啊，右键丢上去啊，你刚没